还是先练那个用底下，只用底下哈。嗯每一个都是用底下弹一下来，来。好，你不要怕这个地方，你不要，我要的声音是什么样？你是嘿嘿嘿，我做的稍微模仿的过分了一点啊，嘿嘿。打开你这儿，嘿嘿，呵呵，知道吗？打开，不要嗨啊，呵呵，越圆越粗越好。我不，这个声音一开始来，一下，那个是我不要的，那个唱歌你不能用的。哪有说，花啊飞啊，没有这样，花啊，你打开那个地方是不要的。呵呵呵，完全通的，空的。对，你那个中间几声好。你看，呵呵，这还是有，呵呵呵呵呵呵呵。你这儿我不是跟你说吗？这是打开的一个筒子，你那个是这儿卡着卡着，你卡着开始卡着是这样的。你现在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呵呵，这是一个圆筒子，对吧？所以你必须得。都在嘴里边，你这儿没有开关，这儿就是一个筒子，你就靠底下一推，就直接推到这儿来，呵呵呵，不是好好，你总把这儿当开关了，你知道吗？对，你直接吹到上面去，因为你的气最终是在上面用。你看，哗哗，不是，哗哗哗哗飞哗，是吧？在上面用，不是。我的声音都是把气都冲到上，不是好好呼呼呼呼，好好好，不是这样的。
你这个你气到了上面哈，你的位置就高了，你的音准也好了，你这光在这儿卡着不行，那个办法你得就是改，那习惯不好。从这录像上看到你的这个身体动作，不太有不对的地方。为什么？我看到你这吼吼吼，就说明什么？你没用底下，你知道你这是在用这儿，吼吼吼吼，它是吼吼吼吼。我要的练的是这个，你如果你练成别的了，那就错了。因为我们唱歌是用底下弹的。哦，你刚才你那个定格不是？是吧？我这个好像我这个网络有点不太好，今天。不是这样的，你不是这样的，你得弹，你听着我的，我学你哈，吼吼，不是这样的，是吼。吼吼，听到了吗？它是底下弹的，猛的弹的。吼吼，对。吼吼吼吼吼吼吼。你这个嗦吧，你整个没打上去，所以呢，你的嗦就掉下来了。吼吼吼吼吼吼吼。和这个吼吼吼，一个在下，你知道，你的气吹不到上面去，你的声音就不是从上面发出来的，这时候你的声音就会，你的音准就会掉，所以人说你音准掉的时候，实际上是你。是你的这个气的位置太低了，你糊弄不了别人，知道？你有时候发懒，他就哈哈、啊、就随便了，不行，你得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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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你必须得冲到上面去发声。我以前为了上去呢，就掐着。No, 现在用这种方法呢，就有时候你偷一点懒，它就上不去了。它不能偷懒，这东西第一个你练呢得。对，就是有时候气没有。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有的时候说，哎，好像我是保守，不告诉他们怎么唱，不是，这个一句话两句话你根本说不清楚，你得打开。打开以后，你想想一个桶子大了，你底下的气要想冲上去，你得用更多的气，所以你的这个方，刚才为什么强调你的这个用力的那个方法不对的，你那样做的话你就提供不了那么多气，所以后边的东西都没法教的。他那个他们好像说那个谁就是学了好像就是一次就把那个位置给改了。我说不是的，那么海狸也在说嘛，说是你要是没有气，你做这些东西你根本连弹都不要弹。对，它不行的，所以你这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的。所以现在你一说我没上去，我就知道我那个气没到。是，来需要更多的时间准备，说明什么？说明你那块不熟，没有到我随时用，随时它就有。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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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随时用，随时有。你那个得想半天，吼一下，吼一下，还在犹豫。对啊，你
的你这个肌肉什么的都不知道怎么去用的。对对，嗯。来。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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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音还不够高，还不够高。嗯。呼呼。这回就够了，这回就够了。所以你藏不住的，你不用力，你什么的用劲儿不对就不行。冲上去他没有那么多气，他声音出不来，呼呼呼呼呼，所以你必须把管道打开，这气得足够才能出声。对，有的时候根本气就不够。对，所以你的那个底下得真得使劲儿，把气先吸了，吸够，先吸到底下，然后你才能让它从底下出来。你这个不好，你不好在哪儿？你不是，你是上边下边都有，你也用胸也往下压，底下也往上抬，吼吼，这不行，它是吼吼，上面不动的，光底下往上弹的，你不能吼吼，这两下都有，这不行，必须是直在前，吼吼，它就是突然的那么一收。就像你喊人似的，我不是原来也说过吗？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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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从底下出来的，你在上面没有劲儿的。你看你这就不对，你这种劲儿，这样劲儿你唱不了。你必须学会从底下，必须是得弹跳的力量。这就比那个好，但是呢，我就看你这儿吼，你这儿还是动，实际上你完全上面，你要做到学唱歌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必须学会指挥单独的一块肌肉，一组肌肉，别的说是不动，你就不能动的，你不能吼吼，这样不行，吼吼吼。它是从底下猛的动，我这上面动了一下，是因为我底下弹的时候它是往上的，它是哼哼，是这样，不是你吼吼胳膊吼吼，你那儿不行，那不行，对吧？因为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每次都要练。你没有这个，你出不来。嗯，哼哼。这音好像没有做好，再做一遍。
这几个不错，就头一个好，你这儿用了一下、嗯、好，不是这样吼，把底下打开，往后拉，往下放喉头，吼吼吼，不是吼吼，加上我们用这个办法来唱那个花非花，好吧，花花花花，你这个回去还得练，你这个做的不够好哈、啊、你这个你记住要点是什么，只动底下，上面不能动，而且你这个动的力度也不够，你听我做，哈哈哈哈，你是吼吼，上面下面也有，这个太软了，我要的就是吼吼吼，因为这个劲儿就是唱歌用的劲儿，你现在你做不好，你唱歌的时候你想用它不在，它没有的，所以我就是第一个字儿有时候就不敢发，就那个就没掌握好就不敢发，对，你说的对，我应该是这样把它发出来，对啊，你声音我们要的就是你声音出来，你得声音出来，你要有足够的气，足够的力量，如果你这个做不好，那其他的一切都没有，什么什么位置，什么这音准啊，什么方法都没有，所以这个必须得刻苦的去练，你得做的，你做的越好，最后是你最受益，别人无所谓，对吧，所以你要学会让你那块肉动，别的不动，哼哼，有的时候网络不太稳定，我听着你这好像断的、就有的音就停在那儿了一下、嗯、再来，好，再咱们再高一高，唱高音，这个音到了 E 了哈，吼吼吼，你要是用那个底下的弹的劲儿啊，你不会这儿不用，你不会觉得那么累，吼吼，你要用这儿吼，你这儿就开始，他这是吼吼，就是用底下的气，这儿不动。这儿也不累，而且也不会出那个怪声音。嗯，还要再打开，不是你现在吼吼吼吼吼吼，你听着吼吼吼吼吼吼吼，对，往这往后挪，对，做几个来。
对，你这已经快到了那个什么了，到了、到了降 G 升 F 了，所以这音已经蛮高了，再做一个到 G 吧。你用这个办法不会累。你这儿不用的话，放松的话，你这儿不累啊，你光用底下嘛，底下就是你这样唱呢，现在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是用气带唱，你再做一遍，吼吼吼吼吼吼吼，再唱粗一点，你这个唱的不粗，就说明你这打的不够开。这样唱它没有那些杂音那些摩擦的声音。现在还有一点啊，我现在你回去以后一定加强练这个气的弹跳，你的力度还差的比较多，需要更多，需要更多，而别处不能帮忙，这儿不能帮忙，这个肩膀也不能帮忙，这儿不能动，打开这儿就是打开，别的不要做啊。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强调的就是，这太高了。你现在做是吼吼吼吼吼，你这吼，你是往上提的，这样做到了那个我们做这个的时候，吼吼吼吼吼，你都这样了，你知道吧？这是跟我们要的是反的，对，我们要做的是吼吼吼吼吼，你听出来吗？吼吼吼吼吼吼，对，最后那个高音呢，是靠着喉头往下放，打开，然后用底下的用气。用我们刚才练的那个，就是丹田的小腹的地方，吼吼，用那气，把这儿放松一下，打开来试一试。你又撒气，又撒气。你那气直接冲到上面去。对，你不能把它浪费了。那本来那个气你就不多，你就没有劲儿，也不多。你还都撒出去，你像吼吼，这不是撒气吗？吼吼吼吼吼，把气都冲到上面去，不要从嘴里出来。来，吼吼吼吼，对，你这样的话，它是吼吼吼吼吼，这个方向和你刚才那是完全相反的，吼吼吼吼吼。它这个喉头呢往下走，这个气呢，它们两个越走越近，它因为它越来靠下嘛，气往上顶，它往下走，哦哦哦哦哦哦，它是这样的，最后这俩就，哦哦，就出这种劲儿，你知道吗？我们要做这个高音的话，就是，哦哦哦哦哦，它是这样的，喉头注意哈。我们刚才练的说的那个东西，你喉头必须往下走了，吼，粗，越来越粗，我们这个可能是你可能不习惯啊，咱这么着，咱们呢就是还是从那个刚才的那个音往上。一个音的往上走，这样的话你习惯，就是现在我们要做两件事情，最主要的一个呢是底下的气息要弹，要有力，有力度，第二是就是喉头要唱的时候高音要往下打开，呼呼呼呼呼，高音呢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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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是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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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吼吼吼吼，必须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练这个哈，中间还有就是其他的，就是说你这儿必须打开不能用，全是开开，往下开，往后拉，不能用的。来。连着吧，连着，我能听到你这个喉头是，对，再深一点，就是说每一个像台阶一样，一个一往下走吧，台阶每一个台阶拉大一点，这样的话不就，你这个吼还是太高，要吼呼。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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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呼呼呼呼呼。对，再深再深，你还能做这个比刚才那好哈，还要再深。呼呼呼呼呼，你每一个都当最后一个是最深最深的。你必须这个喉头往下走的时候，这个往上怼，让他们俩使劲往一块拉，呼呼呼呼呼，这个劲儿，出这个声音哈，那个高音呢还可以再粗一点，再厚一点，呼呼呼呼呼，你这个不行。呼呼呼呼呼，你听到了吗？呼呼呼呼呼，不是这个吼，呼呼，要打开往下。那，你听着俩声音啊，这个音啊，你是发吼，我是发呼，你听着啊，吼吼。它是往下，往下这么开，再开，哼，你得使上肚子劲儿，把这儿放松，别吼，你这么拉着它，这么拽着，这就好一点啊！好像最后还使上劲儿。你得把这呵这俩让这两个东西往一块走。对，你让它底下更宽更粗。呼吼吼呼，这更宽更粗才对，来。你这个气不够，出的不够多，呼，使劲出，让气再打开，上面往下打开，往下走，下边使劲出气。呼呼呼呼呼，哎，这个就好一些，呼，到那个地方必须使劲出气，因为你气已经这口气到最后那个音了，你全把它全推出来就行了。我这儿又死住了，刚才又定住了，我听没听到你讲。这 Comcast 实在是糟糕，钱不少花。是呼呼呼呼呼，能听到我这声音吧？我是呼呼呼呼呼，出这个，他使劲往一块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声音。呼呼呼呼呼，你就感觉往那儿走。
这儿再放松一点，你不能哦哦，这不行，松下来，你看哦呼哦呼呼。来坐，好一点，你必须这儿放松，不能吼呼吼呼呼呼，你必须放松，这个就要练啊，来再高，咱们再往上走来。一口气，不是不是，呼呼呼呼呼，你把气一开始是满的哈，推推推，最后全部推出去就完了，呼呼呼呼呼，就完了。你这儿没放松，你知道？你听着，放松的声音是这样的哈，你是吼，实际上你在做个动作，你把那个这儿往起收了，吼。你如果是做吼的时候，你猛地放松，你就会发现你那个摊下来一块，掉下来一块，吼。你这儿，你试一试。做这个音，做低的，我没让你做高的。吼，你看这儿动没动？有没有下落下去？我从图像上我看你这儿这个肌肉都使劲在动。对，这就好了嘛。你干嘛非得这儿使劲呢？呼呼，就是这样的。对，你唱高音就这就。这就是我们要练的，你不能用。唱高音你不用，你才能唱出好高音来。你这个这儿不用做得好了，但是你喉头没下去，没往下走，吼吼吼吼吼，你是这样的，吼吼吼吼吼，你要是这样的。完全没下走，没往下走，你做一个音，呼呼呼呼，做，就是呼呼，第二个音要粗，比这个粗要打开，往下走，也停着了，我不知道，你刚才又喊，呼，就做两个音，呼呼。呼呼呼呼，放松，要粗。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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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着我，呼往下放。对，呼呼，光出气，呼呼呼呼。呼呼。你气出的不够，这儿也没太放松。你听我的，呼呼，你是呼呼呼呼呼呜呼呜，你的那个呼和我这个差了很多。你没有打开，也没放松。呼呼呼呼，你是呼呼呼呼呼呼，这个好，多出气，这儿放松。对对，你就把它放在这儿，这东西就放在那儿，呵呵，你就光出气，光想着出气就行了。呵呵，在做我没听见。呵呵，对，呵呵。这样放松，你这儿不能想着
哦，你还想收它，呵呵，使劲往下往下往下摊，往下平着，一点劲儿都不是，呵呵，让它自己往下掉似的，呵呵，这就好一些，呵呵，光出气，这儿不要管它，让它往下往下自然落，呵呵，这个喉头呢尽量的往下够，它是就是说它是被动的，但是呢你要有意识的顺着那个劲儿，你往外吐气时那劲儿你顺着它往下走，不是主动往下压，是顺着别人的劲儿往下走，呵呵，是别人吐气的那个吐气的劲儿，对，这个好，来，对，呵呵，这个就有劲儿了，呵呵呵呵，你把它呵把这放松，呵呵呵呵，再放松还有劲儿，你自己，这个好一点，再来。好一点，就是还不够啊，呵呵，你还是半放没放，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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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好一点，比刚才就好一点，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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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还不错哈，我们把这几个连起来就是。呼呼，咱们做三个，呼呼呼，一个比一个低，呼呼呼，呼呼呼呼，哎，还可以，再来，呼呼呼，再。呼呼呼，这儿放松往下，呵呵，不是，呵呵呵呵，光让它出气，用这力量推它，呵，你不动了，又卡住了，来坐，刚才是死住了又，呵呵呵。还好，呼呼呼，呼呼呼，不能唱成吼吼吼，你这完全是假录的，吼呼吼呼呼呼呼，哎，这个好一点。你要记住，你这儿不能使劲儿，你必须是光借着别人的劲。我们做这个啊，呼呼呼呼呼，这样做，越来越松，越来越往下拉。哎，还不错，还不错，再做一遍。我刚才吸足了口气就连上了。你必须得吸，你不吸气你干嘛呢？练的就是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再放松一点，高音再放松点，我们这个再练两遍，时间就差不多了。这儿放松吐气，越松越好，哎，还不错还不错，挺好挺好，再来，哎，气没出，你体会哈，这儿啊不要使劲，不要哦哦，你平时唱歌都是这样的，你要对，呵呵，这儿松松的，发音的时候，呵哦呼。
它是这样，因为发音是在这儿发的，对吧？你看，哗哈哈哈，你不要哗啊哈哈哈，它是这样，所以你这儿这是松松的打开。我们再练一下，呼呼呼呼呼，再练两遍，呼呼呼呼呼，到最后就把气全吐出来。这儿松松的，往下，来，哎，还挺好，真是不错，比我想的更什么一点。好，我们这个时间差不多了，那个我们今天呢就是到这儿，我们两个是你要回去复习，一个是底下使劲弹，别处放松，唱歌整个的就是。只有小腹使劲，别的地方都放松。所以你这儿你不能这儿使劲啊，跟 chicken 似的啊，这儿不能使劲，这儿也不能使劲，都是放松的。只有小腹使劲，小腹使劲往头顶上吹，就这样。所以你哪儿使劲都错。所以你就呵呵呵呵呵，这地方特别不能使劲，因为你的。音准，我没想到你的音准就是，有过去的练习的功底，你很快就把气就打到上面，你音准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就是说，你要只要你不会忘了就行，剩下的问题我们就要解决这放松，放松必须有气，所以气是第一，放松是第二，好吧？我们继续练习喉头，呼呼呼呼呼，就练这个。一个是练气弹，一个是呼呼呼呼呼，这放越来越打开，呼，光靠气，呼呼呼呼呼，好吧？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好，谢谢，没，再见，拜拜。